中国作为道教的发源地，自古以来民间便一直流传着不少修道之人羽化成仙的传说。相传在元末明初，就有一位得道之人，不仅活到了几百岁的高龄，还曾预言了王朝更替，自己则在武当山创立道家全真教后一直云游四海，最终成仙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武当派祖师爷张三丰。元朝末年，张三丰生于辽东，本名为全一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张三丰的祖父自称是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后人，与元朝末年举家迁入辽东。他的父亲曾经入世之后归隐，他的母亲姓林，早年生过四个儿子，可惜全部早夭。第五个儿子就是张三丰，他的外貌十分奇异，不同常人。关于张三丰的出生也有一段传奇。据说1247年农历四月初九子时，将近临盆的林氏在睡梦中突然惊醒，说是梦见一只仙鹤从东海飞来，落在了自家房顶。话音刚落，腹中一阵剧痛，约莫一顿饭功夫，一个体型硕大的男孩出生了。随着男孩嘹亮的哭声，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鹤鸣。只见一只仙鹤从房顶飞起，绕院子飞了三圈，长鸣一声，一飞冲天，消失在茫茫天际间。刚出生的张三丰则是大耳垂肩，颇有一人之相。张三丰从小聪明过人，三岁时已能看四书五经且过目不忘，四岁时唐诗百首倒背如流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张三丰五岁时突然患上了眼病，家中虽多方求医治疗均无效果，致使其双眼积久见昏，几乎看不见东西。父母听说不远处的碧落宫有一个方外艺人叫张元安，治眼病有机术，便把张三丰带到了碧落观，求张道士为其治疗眼病。张道士宣称张三丰与道家有缘，要想治愈眼疾必须配合道法的修炼。父母欣然应允。半年之后，张三丰一目见明，从此便开始钻研道经，兼读儒释两家之书。公元1260年，元朝施行举茂采艺的政策，张三丰时年13岁，便以文学才识出众，被当地官府列名为奇才，上报朝廷。1264年秋，张三丰被任命为中山博陵令。在任期间，他得知当地有一道叫名山葛洪山，相传为葛仙翁修炼处，于是他常利用闲暇之时到葛洪山探访。此间，张三丰在葛洪山道观中阅览了多种道类书籍，对道经有了更深刻的领悟。不久之后，张三丰父母染病先后故亡，于是他便辞官返乡，亲自将双亲的灵柩送回辽东安葬，并在故里为双亲带孝守墓数年。之后他便将家中田产交与族亲，自己则身披道服立志云游天下，在终南山拜火龙真人为师。师承下山以后一直浪迹江湖，在云游过程中留下了许多佳话。魏一录中有一记载，张三丰旅居在宝鸡金台关时，曾游魂7日，将人们吓得不轻。他料定自己即将受重，便于是一手为自己送行，但是人们把他装入棺材准备下葬时，他竟然又从棺材里爬了出来，还预言元朝即将灭亡，明朝诞生。张三丰云水急，元气茫茫犯太清，又随朱雀下瑶经，卧床7日魂来复，天下齐看日月明。1324年春，张三丰在武当山结茅舍而居，苦心修炼了9载，在不自知之中达到了化境，使其道法始成。此时的张三丰相貌奇绝，史书记载龟形鹤骨，虚然如脊，无论什么季节都只身穿一件单薄的道袍。他饮食惊人，饭量大得出奇，不论一升还是一斗，一顿都能吃完，有时几日吃一餐，有时两三个月吃一次，仍像往常一样精神焕发。京城里有个酒馆，打酒的童子手足溃烂，命不久矣。一天，张三丰身着破衣前来讨酒，童子见眼前人与自己境况无异，趁主人没看见，大发善心，是给他一壶酒。就这样持续了2个月。一日，张三丰又来到这家酒馆，在童子为自己施酒时，偷偷往童子耳朵里吹了一口气，童子感觉像耳朵像蒸笼一样热，第二天身体便恢复如常。1368年，张三丰在武当山广招门徒，将全真道教发扬光大，率弟子们除荆棘青瓦砾修缮道观，断言此山一日必大兴。闭关修炼数十载，遂扬长而去。1414陕西通志载，秀才张克在周公庙朝阳洞遇见张三丰，见他场一垢面就没理会。当时天降大雪，张克想要生火取暖，却无法寻得火种。张三丰自告奋勇，不过片刻就把火种取了回来，还有热乎的饭菜。张克不信，跑到门外一看，雪地里了无足迹，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真的在他眼前发生了。临走时，张三丰问他有什么愿望，张克思来想去，说自己一直苦于记性不好，于是张三丰便从身上掏出一枚丹药让其服下。从此张克读书过目折不忘，后来果然成为永乐甲午12年会试解元。张三丰在云游四海期间，民间有个叫做郭成显的方士，原先是个无赖，无意中从一本道书中学得了一种名为五雷法的道术，能一时五方雷霆呼风唤雨，据说开始是颇有灵验，便趁机鱼肉百姓横行乡里，还妄想进入京师借术图谋近身之阶。张三丰见此人打着道教的名号，
如此冥顽不化，便想了个主意，趁机教训教训他。张三丰告诉他自己是赛天师，通过掐指一算，知晓他身上藏有五雷法的秘诀。郭成显见他未卜先知，认定他是得道修仙的神人，连求他赐教。张三丰见他如此好骗，便称自己可以将六雷法传授给他，只要修炼成功，便能将天上的仙女召唤下凡。最近李自胜权倾朝野，只要他学的此法前去投靠，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都能唾手可得。郭成显一听大喜，急忙向他叩头，请他传授法术。传授完毕后，郭成显立刻马不停蹄赶到京师，拜见李自胜演示此法。只见郭成显搭起了架子和法坛，一切布置完毕后，郭成显随即立于坛上做起法来。不过一炷香的功夫，便有四五位仙女从天而降，伴随着四柱声翩翩起舞。正当众人都沉浸在歌舞中时，忽然雷雨大作，黄沙四起，一切又恢复原状。定睛一看，竟是郭成显，满口胡言乱语，随即提剑将郭成显刺死。而此时的张三丰则在千里之外的琼州逍遥快活，就连朱元璋多次派人出宫寻找，也未见其行踪。此后还有多位皇帝下旨寻他，皆一无所获。民间传闻他在云游时羽化飞升，也有传说称他活到了400多岁，我们皆不得而知。虽然在金庸先生笔下，张三丰是个武功高强的江湖豪杰，但是他本人的传奇远不止于此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。